接下来要捧的就是于老师的儿子于思阳。我爱于思阳比郭麒麟还爱，上回于老师打儿子把我心疼的。你们俩那糟烂事不要放在舞台上，我真的我恨不得把孩子行了、啊、是说那没有用的干什么，一个亲生的，一个疑似亲生的，一个疑似谁亲生的，得得得得，怨我怨我怨我，我有仨孩子吗、哎、都是我的。我叫郭麒麟，郭德纲先生是我的父亲、啊、没错。于谦先生呢、啊、是我的生父师父。哎，别胡说啊，太激动了，对对，自己人知道就完了啊。你跟红苗正啊？对，你师傅谁呀、啊？于谦，相声皇后，你看看这什么贺号，对不对？有这名字呀、啊。你爸是谁呀、啊？于谦，你看看，我以为上面那一集呢。谁？重新说，你爸爸是谁呀、啊？郭老师，相声流氓，相声国王，国王，相声什么什么话？汗都下来，哎，汗都下来，相声国王。对呀、啊，你是他们俩的孩子呀、啊。我先等一会儿吧，不行，这是一个技术难题啊。哎，我把这细节给说说、啊，你别过来。这说不出来，这个他们俩啊，培养出来的。哎呀，我是小海马，我是小海马。俗话说，师徒如父子。对对对，我拿您当我亲爸爸一样啊。那是，我有什么话都告诉您。你说，我爸爸对我不好。你提这个，哎呦，行了，上那么多节目，怎么没火呀、啊？那我哪知道？您问他们去、啊。你就说，喜剧人第二季人岳云鹏为什么拿第一啊？我是我爸亲生的吗？舍得给岳云鹏花钱，不舍得给我花钱。我以为你知道这个真相。我踹死你了！要是于谦捧您，早红了你。你以为相声那段子都是假的呢？那好多那都是真的，只不过就把女人工换了。还女人工？换成你媳妇儿了就说是跟于大娘的事儿。对对对对对对。那天是谁教我一歌，说你一定要唱这一句，我愿意为你怎么唱来这个啊，对对对，我跟于老我们俩在洗手间我还捣鼓这个了，我愿意为你，我也得愿意吃啊、嗯、那结果最后我给冲了。废话，可不是冲了吗？啊，您都是花了钱了的，拿我们来说呢，票钱您觉得不值了，出去跺脚骂街骂谁呀、啊、那师傅呗，我们就是一个打工的。我主要我们还是孩子，对，还有家大人管着呢，我们。今天呢，能跟就是我师傅还有于大爷在一块儿，心情特别的激动，感谢我师傅，还有后台的全体师娘。混账，台下就没有吗？哎，讲话啊，孩子，你还是嫩呢。你听听于大爷怎么说的？去，给大家磕个头，好不好？你怎么还磕个头啊？我们讲究这个，看谁磕头磕的响亮。大伙儿都带着钱的吗？拿钱砸死我们，好不好？看谁快是吧？咱们啊，这一排啊，集体一个滑跪，完了咚，啊。拿钱砸死我呀，咱有什么好好说过去。我说怎么回事，到这给老绝户找儿子来了，儿子出去才给爸爸打班呢。我父母双全啊，这同行同业不出我筋筋骨，这观众知道的不骂我呀，我能去吗？你这是我的尊严，我不去。滚， get out。 最可惜了的呀，我大爷跟前有100个丫鬟，世界小姐选美前100名，最矮那个1.80米，最高的1.96米，这100个美女郭麒麟随便挑啊。得了，你要不去啊，我找常远去。呀，不能来。不哥哥，我行，可以。你不能去。咱不能去，你爸爸就坐那儿呢，那都身外之物啊。观众可笑话您啊，他们那是嫉妒，同行同业戳进脊梁骨，让他们全死去。我师傅呢，被评为娱乐界啊最熟悉的人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不是房梁上面就在鞋面上啊，都不许个矮吗？什么话，这叫拼学历，他跟我拼学历。郭麒麟初中没有上完，我师傅就让他辍学了，我师傅给个理由说家里没有钱了。我的天哪，还跟我比学历了，还初中没有上完，对不对？你什么学历？他赢了。他赢了。我没有文化怎么了？我骄傲了吗？我自豪了吗？那位有文化吗？别吃，他发的微博自己都看不懂。你什么学历？我什么学历？嗯，大学。哪所大学？北大。哪个北大呀？北京大兴啊。北京大兴哪是大学？庞各庄大学。庞各庄那叫大鹏。我没上过大学，怎么了？我骄傲了吗？我自豪了吗？怎么了？照样说相声，就这么不要脸，怎么了？
其实我没有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这个比赛上，我还是把大部分这个重心放在学习上。郭麒麟就是一个爱学习的孩子。哎，你看啊，我这段时间在准备什么呢？准备我的这个毕业论文。初中也有毕业论文？去你的！大学，大学，你大学？出国留学，知道吗？还留学？留学？你说你上什么学？布鲁弗莱大学，我就在那儿学习这个挖掘机专业。你说那蓝翔技校那是 ？Blue Fly 吗？你学烹饪没有？隆重的得介绍一下我身边这位栾云平栾老师，哎，那是我们的总队长啊，在德云社可以说啊，您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大总管，没错，就好比那个李莲英一样。不，那工种不一样。其实我当年就是从清华毕业那会儿啊，啊，那会儿您哪儿毕业？这清华，因为清，您说清楚点，行了，就说哪儿毕业的，清华。你们要这样，我作死你们啊！还是清华池，你这我是清华大学，你心虚什么呀？清华，你弄死我！清华大学的有没有我的同学？你看，哦，你看，哎呀，有日子没在池子里看见你们了，穿上衣服认不出来你们了啊！有男有女，哎呀，什么呀？我举个例子，你就知道谦哥跟我的关系。比如说啊，有那么一间房子，像北展一样大的房子，跟这剧场这么大的房子，坐着3000个说相声的。再打个比方，嗯，我在这里边人缘不是很好啊，那不用比如啊，那不用比如。这个跳舞唱歌都行啊，你们让他来什么呀？拖一个，拖一个。你的特长是拖一个。师傅，咱是卖什么的？就是卖那个的啊。我也唱一个吧。有一个电视剧啊，嗯，《西游记》啊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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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连过门都唱出来了。噔噔。你牵着担，多疼啊！这玩意儿，多疼啊！这玩意儿，于老师，您这那小鲜肉人不是说光长得好看，哦，人家也努力啊，谁都得努力啊。对，哪个成名的人也不是说上来就成名，人家长得好看，人家是其次的一个条件。啊，我们也稍微说稍微差一点吗？是差一点吗？是差一点吗？差的不是一星半点。我自己长成什么样我心里没个数吗？对不对？咱小的时候学都是于老师，他教咱们相声演员4样基本功课，啊，吃喝嫖赌。啊，不是不是，这是我没能耐吗？这是，啊，我是在学校教的这个吗？你这还世家呢？这学校四门功课吃喝嫖赌啊？什么呀？坑蒙拐骗？没听说。你哪个你都不占，啊？于老师教咱的时候都表扬了。表扬什么呀？啊，说那表扬都是我知道吗？废话，他是你亲爹。废话，他是你亲爹。你等会儿，不是，梁克强，你打门干吧？你还？啊，不是，这事儿都往外说。对，您再等会儿。站半天就我蒙在鼓里呢，该告诉孩子的早着呢，幸福是什么呀？啊，幸福都是自己奋斗出来的。你瞧他懂，反正到年底了，别的不敢说，最后一搏，干好了以后叫我张总，咱们迪拜见；干不好叫我张某，咱们法治进行实践。怎么那么瘆得慌啊你这启示，你说清楚了，要不你法治进行实践，头天我们已经在这儿鼓的掌，这个受不了，我们这担不起这责任，担不起这责任。那天我在北海公园碰一熟人。哪位？你母亲呢？我哦，我妈60多岁，捯饬跟17、18似的。这我妈吃了唐僧了是吗？她就是保养的好，不是就不对保养好，哎啊，穿的也好，嗯，怎么说穿就一丝一丝不挂，有那么一个成语，一丝不苟，一丝不挂呢？那是你妈，幸亏我妈今天没来。那是你这清华池里头是不是你妈那年？你是不是？我行了，过去了，翻篇了，别等了。我告诉你，我说相声那是为了艺术，我说相声那是为了观众，我天生就应该是个演员。凭什么呀？我妈都跟我说了，因为你抓周的时候抓的就是麦克风。不是你周岁跟 KTV 办的吧？我就抓了，怎么了？你妈怎么没让你抓骰盅呢？你这说话多缺德！哎呦我天哪！我妈还说了，我天生就适合当演员。为什么呀？我就适合站在聚光灯下。那你站烤箱里不一样吗？你一个烧饼，你站哪儿不是站呀你？这不错。问一个问题啊，你问。假的，如果说我真跟你媳妇儿有点事儿，咱俩的关系怎么算？这只能算扯平。等会儿的啊，我不对啊，把这逻辑我弄一下啊。我说假的，你告诉我算扯平？就是假的。要不是假的呢？我欠你200。你媳妇儿就挣200块钱呢？给你挣200就不错了，你。我下回我再叫几个声音，呸一个。你是人吗你？有的朋友说啊，觉得你们说相声太简单了，
站在台上一张嘴就行了。那简单不就都说相声了吗？你比方说 啊，在台上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物，拿嘴一说就行了。来一回，一鞠躬就行。大家好，我是王思聪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健林。目标不用很多，先定一个亿吧。这有意思吗？这样啊？你说气人不？人也非常的谦虚，说相声不是为了赚钱啊，他不指着这。真的，最有钱的就是他的父亲，我爸爸。哎，郭老爷子，就那个老头啊，特别棒。还行，别棒了，别捧了。你呀，跟你师傅学点好。我爸爸会姓郭，还姓郭，你瞧们。过安检的时候，于谦他爸爸可露脸了。前面有一个老头，头一回啊坐飞机，过安检不配合。人家工作人员大爷，您这外套得脱呀，啊，这是帽子得摘呀。哎，我们不是刁难您，是您看，您看这位大爷啊，你看他有脱个一丝不挂呀，光着了啊，脱了一丝不挂。哎，行，别抖了，嘚瑟什么呀？那常贵田先生为什么说相声好？他爸爸说相声，小蘑菇常宝坤先生，这大家。侯耀文先生，嗯，说相声为什么好？他爸爸说相声，那是侯宝林大师。于谦说相声为什么好？你先等一会儿。幸亏我拦得早啊！我爸爸不是说相声的，你爸爸是听相声的。他原来也在那个游泳馆那儿游，后来遭到歧视，游泳馆不让去。怎么？凭什么不让去？因为你父亲淘气，在游泳馆那儿啊撒尿，都跟池子里撒尿。你父亲是站在岸边尿。嚯，好家伙！你说尿谁一脸谁不骂街？哎呀，他说站得高尿得远，所以后来人家游泳馆不让他去。于先生的父亲呢，嗯，那也是算是亘古一人了。嚯，每回看他父亲都得鞠躬。你看看，今儿我忍不住了。哦，我痛快了。哎，我说你照顾的面还挺全乎似的，还哪边都有。我至于这么些爸爸吗？这变四方了，都是哪儿就变四方、哎呀，我特别感谢于老师的家庭，于氏家庭为中国相声贡献多少素材。好多那个道德表演技术家们老指责我，你为什么要在台上说于老师的父亲，为什么要说于谦的媳妇儿？嗯，列位，你们以为我站台上说谦的媳妇儿、嗯、我就那么开心吗？对了，你就那么开心。知道吆喝吗？当然了，干什么就得吆喝什么。没错，知道自己是卖什么的，对不对？对了，我就喜欢这个卖。李晨以前就卖过，对吧？哎，您稍微等一下。好刺激啊！我怎么着了？卖过。你去呀！我什么玩意儿？我就别胡说八道啊！什么玩意儿我就卖过？卖什么了我？卖面子，卖过没有？卖谁的面子？前两天陈赫随地大小便，罚他150块钱，陈赫就是不给，就是抠门，就是不给，是你卖的面子。好，我认解决这个事儿，对不对？我认了。大声的说过，我卖过，说过，卖过了，行了吧？他上那个学校，北京市智障二中，他跟于谦呢、侯震呢一个学校，我们这智商不低了。尤其是于谦，经常欺负人，就这智商还欺负人呢？他傻子最厉害呀、攒起来欺负同学。小妞儿，还妞呢？小妞给大爷乐一个。哎呦，小妞，哟，老师啊，这嗨，他父亲啊，没有儿子，对。你先等您说，这别说了，别说这事你搁谁心里谁不不行，谁不别扭，这别说了，你别扭，我比你别扭，知道吗？你还别扭啊？我爸爸没儿子啊，那我打哪儿来的呀？你看我干什么？谁看你？我的天哪！什么？差点破案呢、快去！白蛇传，哎，这是一段家喻户晓的节目，都知道。白色的长虫在那转，白蛇转。您说这是贪吃蛇？白娘子白素贞，哎，还有他的爷们，他爷们姓许，姓许明仙。是。那么说这两个人是怎么相识的呢？白娘子在二楼梳妆打扮、一不小心把簪子掉楼下了，整砸在许仙的脑袋上。呵，许仙抬头一看，哇塞，大美女，大美女，就相中这个白娘子了，就上隔壁找那个王婆去了。哟，许仙大官人来了。后来这个许仙让武松给杀了，非常的凄美。哎，我说。我记得你打过虎啊，我告诉你，你还卖过炊饼呢。最有钱的就是他的父亲，我爸爸。哎，郭老爷子，嘿，特别棒。还行，别棒了，别捧了。你呀、跟你师傅学点好。我怎么净赶上你们这样的了？我爸爸会姓郭，还姓郭，你瞧们。德云社有一个小曲儿叫《大实话》，把它献给所有朋友们。说天亲，吓我一跳。天也算亲。天有日月和星辰呐、不带你们这样的。我师傅那阵儿啊，演出多呀，需要这个作品也多。失眠，我就在这安眠药上下手。咱买点那个巴豆，然后呢，把那安眠药啊撒这巴豆粉上。我师傅吃完了，睡着了。
拉一炕。转天早上起来，两口子一掀被窝都傻了，能不傻吗？我师娘说：“郭德纲，你干嘛来着？”不知道啊。这一床，好家伙，溜溜这屋啊，晾了三天。你河南人，你说什么相声啊你？你不也山东的？我山东，我逗哏的。你就是郭德纲放风筝，你出身就不高。你郭德纲骑马、你上下两难。这你敢说啊？郭德纲的脖子、你好景不长。你是郭德纲蹲下又站起来了，怎么讲？他就站起来了、这辈子也没多高。你就看这俩人的德行。这是向人虚心请教问题的态度吗？说呀、说呀，你自己不明白，你向别人讨教，你就一直这样吗？你跟我爸爸、你们师傅郭老师，你也这么请教？刚子，相声说的不错呀，来说。我跟郭德纲叫发小，从小一块长起来的，多好啊！郭德纲人性次，大伙都知道。怎么叫刺、你看说话不算话，他许给你什么了？说好了我们一块长起来，长半截他不长了。你看这郭德纲，首先呢给大家唱一段太平歌词。好，我的老恩师郭德纲郭老师，人家唱得好。岳老师，您这个没规矩了。老恩师是老恩师。嗯，你说的时候你手干嘛来的？这是我师父升高吗？不是，你们这当徒弟怎么这么缺德呢？我都纳了闷了。你师父就这点毛病，就这点缺陷，你瞎比划什么？你瞎比划，你说比划高了呢。最坏的人在这儿了啊！学一个我师父唱太平歌词啊！你吃过？你是不是小黄鸭似的？行了，全国各地都有很多小剧场，多好！有一个缺德社，您熟悉吗？好像您高老师，高老师，德云社。对德云社的这些个演员呢、我也有所了解。您都认识啊？您看刚才说的那个郭麒麟，那是于谦的孩子是吧？于谦是我的孩子。我问你们俩一个问题啊！你说句好的，你，嗯，跟你的父亲，哦，谁大？问他是吧？对，我大。对，没你事儿，肯定是当父亲的辈儿大呀。你错了，一样大。你跟你爸爸一边大，你跟你爸爸一边大。你们俩怎么就跟我一边大了呢？跟你干嘛？你出生了，他才是个爸爸。也对，你别矫情，回去管他叫大哥。对，没听说。这么些年来这哥俩对我帮助很大，我今生今世无以为报。下辈子比如说我要当了皇上，谦儿。哎，怎么着？你就是我的大太子高峰，我呢，你是二太子。行，纯粹能把人给气乐了。凭什么你是大太子呢？我怎么就不能是大太子？你想，我跟父王合作多少年了？对吧？郭德纲小时候就喜欢唱。郭德纲七岁学艺，九岁进宫。我说等会儿官拜。这七岁学艺我听明白了，对，九岁进宫就善了。你很不礼貌，你作为他的徒弟你把他善了，你这那我不会这门技术。你怎么下得去手呢你、今天为您播放于谦捧一切的主题是母猪的产后护理，于谦的捧哏。哎，真是个暖男。哦，什么意思？你要干嘛呀？就是哦，饿了。去你的吧！哗，完全是即兴发挥。哎，对，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说你儿子上南极打一种食品，猜着吗？猜不着了。猜不着，告诉你吗？冰淇淋。郭麒麟到南极冻上了。冰淇淋。于老师，该我说了，你爸爸上南极去，冰淇淋。别不说了，说。高峰，你祖宗上南极去。我师傅那个小区，那小区里边什么健身设施都有。那我师傅最喜欢什么？游泳，特别爱游泳，游特别快。水中小地雷，日立功，游特别快，快到什么程度？列维，裤衩追不上他。哎，哇，好家伙，他在前面游，裤衩在后边追的。主人，等等我。后来那游泳馆不让我师傅去了。门口贴他一张照片。哦，本人禁止入内。这为什么呀？因为他不是说光屁股游这事，他往上游泳池里撒尿。您不懂了啊，都撒尿。你也他不一样，他呢？他仰泳尿，你知道。啊，裤衩还追不上他，你说像小鲸鱼一样，一个弧线。你说师哥让师弟跑跑腿买点东西，没毛病吧？这怎么了？师哥给我拿十块钱，去给我买瓶老村长，还带两只烧鸡，40个烤串，剩下钱是你的。这玩意儿还能剩下吗？您说这是谁呀？岳云鹏。哎啊，您别胡说八道啊！人岳云鹏明星大腕是这样吗？他是明星，他是大腕，他挣大钱。你怎么了？但是我孟鹤堂也不差呀。通过这么多年我在德云社的努力，现在我的身价也七位数。多少？七位数？那么多呀？我也没想到欠那么多钱了。你们这逗哏的就没有正经的？你说什么？逗哏没有正经的？那怎么着？师傅也是逗哏演员。
你说师傅不正经？我谁是那个意思？你跟师傅怎么比呀？你说你师傅多大岁数？你说师傅老不正经。当时我跟我爸爸学的时候，那也那我四门功课啊，也讲究四门，跟相声一样。相声四门功课是什么呀？说学逗唱。说学逗唱。影视四门功课完全不一样。那当然了，行业不同吗？吃啊，你那是体验生活，那叫坑。哎，琴棋、哎，怎么意思？琴怎么病要犯是不是？爸爸，那四门功课是什么？现问啊，你那边现问是吗？发一微信等。升台行表。对了，升台行表，赶紧撤回，一会儿爸骂我。就您这破手机有微信吗？字儿大呀。刚才那个是人吗？刚才那个，得亏我先上来，这我爸先上来多尴尬，你看看。他也蹦着告啊，替我爸挡刀。你一米几？七五吧。我比他高一点，我一米七八。我骗不过去啊，我一米七三，他一米七五，他比我高一点，高一点点。我师傅多高？我师傅，我天哪！我师傅在我心里是一个巨人，巨人就那么高的巨人，锯了腿的人。嗯，他跟曾志伟、潘长江他们是好兄弟，凑齐一个就去救爷去。你用那个矮的，哎，何苦为难自己？哥呀，你上这儿来吧。那会儿潘阳小的时候，我最爱潘阳一句话就是：“闺女，我跟你爸爸谁个儿高啊？”“你个儿高。”还是傻媳妇。但是这么些年来，我这看着你怎么比那会儿还矮呢？有吗？你看他穿个内增高才这样，我还特意穿个平底布鞋。谁？咱俩把鞋脱了，他谁穿内增高？你别，你脱鞋我都看不见你了啊！俩老炮儿台上聊这个，这我们爱说点这个啊。他说德云社里人唱的最好，对得起良心吗？啊，张云雷，Look at me。是不是有点太狂妄了啊？还你唱的最好，眼里还有师傅吗？太矮看不见。他说太矮看不见，是不高。这都憋着退出呢吧？我零七年来德云社，师傅给我一次机会容易吗？确实，你也花钱了，孩子。不要紧，家里房我都卖了，你知道吗？是是，你也是爱曲艺啊，你还有心思管我呢？你小点声，你看看你那个，我你个儿怎么的了？亲外甥吗？废话，你也是，你长什么玩意儿？这孩子长得这是、啊？你别提我祖上老郭家有超过一米七的吗？怎么没有啊？郭芬阳才一米一，知道吗？废话，他才多大呀？孩子那是三岁看老，知道吗？对，没听说过，还长呢。你要这样没劲了，张军，干嘛呀你？你别指我跟你说，你听我说，你别干嘛你？你别干嘛你？好孩子，好孩子，哦，您在这儿。废话，没看见我，好家伙。我们再换一个大一点的节目，给大家磕个头，好不好？成亲呢是怎么着？不是，就是诚意嘛，拿出自己就想跟小月儿过是吧？真想跟我过是不是？没有。咱俩给大家表演个节目，亲个嘴怎么样？我错了，姐，我错了。真有这么豁得出去的演员啊？要不你来呀！看见血管了吗？看见了吗？哪儿去了？好比就这有根血管。就这若隐若现，血管血往上涌，经过这儿心脏，血啊走到这儿脑袋，憋住了，脑淤血，哎，这多费劲！我爸爸死的，这些年从业经验很丰富，感觉。砰！沈腾，哎，太磕碜了，咱俩去逛商场吧。不去，你得去，知道吗？我是你娘们儿。我还得给你生孩子呢，是吧？我可等不到那一天。来，预备，开始。哎呀，夫妻两口子大街上，女的摔倒了，爷们儿去薅人头发去。谁都反应得过来，不知道我没反，头发都没反应过来啊。那你不能救他呀？那我不救怎么办？啊？不好看了吗？好看过吗？再来，咱俩去逛街吧。好。哎呀，这有个西瓜皮。哎呀，你扶我呀！我今天我必须要欠上你，我再你就差这一口了是吧？上来就占人便宜，看见没有？你占不了我们的便宜，尤其是我。哟，挺自信的，跟你看张照片都吓死你。来，哎，这不是我儿子吗？怎么样？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你忘了那年你出去拍戏了？干我来！我能挺一分钟，来。你回去问问你母亲啊，你是不是在香港出生的？
篮球。哦，好可怕的故事，咱师傅打篮球去。你别看个矮，这组织后卫啊，人家灵活。最大特点什么？带球钻裆。这球场上的运动员都追不着他，都追不着哪儿呢？郭德纲呢？这个腰啊，啊，确实我师傅确实喜欢打篮球。嗯，我觉得我可能会回不去北京了。您不要连累我好不好？没有关系，下礼拜在这儿。啊，今天你们还来？下礼拜今天就是我们哥俩头七。今天非摔死在台上是吗？非死在这儿不可。你们说我师傅个小，说我师傅1.5米多，说我师傅打篮球从裤裆里钻，我的天哪，我都不爱听。人赖对方太高是吧？还有人说什么？嗯，说我师傅拍烂片，我的天哪，我特别想加入他的战队，你知道吗？怎么说话的？不是，我特别想跟他作对。我师傅多好，好啊，拍了这么多年的电影，嗯，哪个剧本他看过，对不对？他都是给别人帮忙，帮着帮着发现就不对了啊，因为他拍了太多的片，帮了太多的忙啊，全是烂片，也不能怎么。我在唱上跟你是有一点差距，他这差距他也不赖我呀。赖谁啊？都赖他。谁呀？他。谁呀？这个人他。我呀，我从小。谁呀？谁他谁的谁他汤风暴，汤风暴雪上塞北那位。我知道了，你说的是那位。可不就是那位吗？都知道我师傅个头不高，对对不对？你是不想干了是怎么的？我刚上来怎么就不想干了？是因为总是我说我师傅个头的原因，我师傅在后台没少骂，指着我鼻子骂我。我们亲眼得见。张鹤伦，以后在台上再敢提我的个头，我就抽你。反抽。How you g 嗯啊，都跟还有呢，就这一套打的我这膝盖，你听我的听。我说，哎，对不起。你等会儿，我先问问你吧。师傅都蹦那么高了才打膝盖上，我没说清楚怎么回事，我当时蹲着呢啊。我郭麒麟，我从2010年退学开始说相声，说了7年相声了，为什么没火？你爸花钱不到位吗？你说我爸给我铺了多少路，给我帮了多少忙？为什么好多人在网上说郭麒麟死捧不红？他捧我什么了？他没死呢，就是是啊，快了。现场这就不是欢乐喜剧人的舞台了，这就是迪拜我大爷的灵堂。在座的诸位，这就是我大爷的生前好友，我们就把我大爷的遗像请出来。这是你大爷是不是？为什么说我不像，知道了吧？我现在确实眼泪要下来了。这就是锻炼你跟你亲爸爸死了是一样的。到那这就跟我亲爸爸死了一样。那番能打不能打？太能了。能打是吧？可以。我说李成，您起来，咱这事儿就结束了。好，小子少痛啊！小子兄弟，爸爸。从小郭麒麟其实没想着说相声，后来也不怎么着，他趁着我上清华大学啊，偷偷摸摸的就说了相声了啊。你是于谦老师的弟子，当时叫拜师于老师的时候，我爸在家就劝我拜于谦老师吧。你知道你师娘多漂亮吗？啊，什么目的呀？这是可白净了，咱说点别的行吗？臊死我了都快。行了，于老师这个人把自己所有的精力全投身到相声事业上来，而且淡泊名利，真的对物质生活没有要求，不追求那个，哎，不追求那个，不像某些相声演员，相声一火了，一红了，不务正业了，找个节目主持去吧，对不对？爷们儿，咱说完这个还得过呢，知道吗？不能这个得罪人，知道吗？你现在是很火，观众也很欢迎你，但是你得明白，我明白什么？是因为你是个相声演员，你在德云社这个大家庭这个团体里边，你才有今天这成绩。德云社，德云哪个是我？德是郭德纲，云是岳云鹏，没有我呀！我是那社呀，是怎么着的？我是这个啊，这是我妹妹，这个，这是你，哎，在这儿。这是冷什么冷，冻死你都不多。我郭麒麟不再是星二代了。那就是你爸不行了呗？那就我爸。就是你是怀疑这个血缘还是怀疑他的名气？我爸啊，这叫什么？这叫玉子。单学这名你爸收了我3000啊。名字不重要，得会打，得会唱啊！这是我听唱，我给您长脸，好孩子，我给您长脸，好孩子。昨日里，阴天喂水旱，出了水的隔蹦儿晒在了沙滩，典型的近亲结婚嘛。我说什么来？有我什么事儿？这里
有您什么事儿？行了行了，我们一家五口人啊，我爸我妈，嗯，我跟我媳妇儿，还有我儿子，五口人啊，啊，就住在不满4平米的一间小屋子里头，家里头就一身衣服，一身衣服，一身衣服，谁穿？谁出门谁穿？就这么穷，你想想怎么办吧？哎呦，只能我出去赚钱，容易吗？穿上我们家这唯一的这一身衣裳，嗯，您先等一会儿，您等会儿，有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啊，家里一身衣服您穿着出去啊，留您媳妇跟您爸爸光着屁股跟家待着。小郭，这是老郭呀、啊，这是，你是不是要死、啊？你是不是？这是老郭，你知道吗？那是两个老郭，那是。相声演员四样基本功课大家都了解，哪四门呢？吃喝嫖赌，那是那边那教您的，那啥，四门功课是坑蒙拐骗。还不如我这个，这是那外国人教我，没听说过。哥，你是今年多大岁数？今年36啊。36，36。36老话怎么讲的？嗯，36，36，阎王不叫自己去。你像话吧？啊，43，阎王不叫他自己去的，知道吗？我爸爸43，你知道吗？大林为什么一年不爱回来演出的问题？你想好了再说啊。嗯，能说吗，师傅？能播就能说。有那么一句话，哥，嗯，长江水后浪催前浪，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，这是老话，该让位了。来英文歌，来首《西林地翁》。哎呦嚯嚯，嗯，终于说对了。西林地翁，不，我刚才说谁？说谁来着？啊，问我呀？啊，不是斯林地翁吗？哦，行啊，啊，行啊，在里边地翁。哎，好家伙，我这人眼看狗低了。你老是这么坦诚，孩子耿直。他说谁低了？得了，可以了，行了。嗯，啊，我在家要吃个火锅，嗯，谁吃谁的，哎呦，这味儿真正。啊，您用的调料对、啊。我原来认识一个四川小姐，哦，那个厨子，厨子。厨子，厨子，您这差点把实话说出来啊！我跟一四川厨子上厕所，我们俩小姐姐。哎，啊，在厕所里吃的涮羊肉，火锅嘛，真是四川的厨子。嗯，行。行，嗯，汗都下来。只要您能给我出题，哦，我就能给您对句。这话大点了，不能。只要我能出题，您出题，我就能对句。好，嗯，说二元断木山林中，小猴孙也敢对句。哎，爷们儿，这没有啊，这个啊，怎么了？我是您徒弟，您来小猴孙是什么意思？这个，你看，我没说你、啊，我是无所谓，这我爸成老猴孙，我不是，我这是个故事，说两个人呢。在山里边伐木头，山里有小猴，看见人他愿学人动作。嗯，这两个人锯完木头出去吃饭去了，小猴打树上下来学着人，在那儿也拿这个锯在对着锯，这叫二元断木山林中，小猴孙也敢对锯。好啊，嗯，我一说一我能对锯，他来对锯。好，行，您听我这个说吧，我给您对。嗯，一马失足淤泥内，老畜生怎样出题？嘿。遇见一位好的女生不容易哦，那你说遇见一个女生，哎，不要你车，不要你房子啊，不要你的钱，不要你的包包，不要你陪她吃饭看电影，只是只想在你安静的时候陪你聊聊天，跟你说说话，你说这样的一个女生在洗浴200块钱贵吗？很难抉择。我爸爸什么时候教过你太平歌词、啊、他收我钱了凭什么不教我呢？你们家人怎么都这样呢？现在是他什么时候收你钱了？他怎么我们家房子没了呢？我们家都交了学费了，我跟您说，你们不，你要说你们这师兄弟不地道，您也分钱了，您别说这，我跟您说我分的少啊，你分的少你也分了，你行了，您那叫什么板儿？你那叫钢琴呢、啊，大姐，你至于这么笑吗？你这都是我花钱雇来的，这是你于大妈化的妆，穿上衣服我也认识你。
哦，于大妈呀。你看这笑得多甜呐啊！因为我有糖尿病。这天胡说八道，舔着个大脸，往这脸包我包我包我，什么叫包你啊？咱们是个集体。废话，你封腔没事了，我有事啊。打包行吗？什么叫打包啊？包一送一，包谁送谁，说清楚了，名分问题。包你送我行吗？我跟你真说一绝的，我跟你说，叫空树藏孔，孔进空树，空树孔，孔出空树，空树空。没这事。哎，我这可是典故，孔子想上那空树里头避雨去，这叫空树藏孔、哦、啊！孔子进空树里避雨去了，孔进空树啊，空树孔，空树里有孔子了，空树孔，孔出空树，雨过天晴不下了，孔子从空树里出来了，孔出空树啊，空树空，空树里没有孔子了，空树空了，嘿，这就叫空树藏孔，孔进空树，空树孔，师傅，师傅，师傅。岁数大了，岁数大了，是是是，嗯，我以后一定不惹您生气了。听你的，五十斤，穿这个五十斤啊，五十斤，五十斤啊，穿不穿？那你哎呀，嗯，情怀喂狗了啊！对对对，还有一句话我得问明啊，您说，您是打算穿一天呢，是穿49天呢？您刚才说那个五十斤黄金、啊、对对，白金啊，白金是管一天的还是一天五十斤？你要穿49天呢，就是49个50斤，穿到我死，穿到我死。现在还没穿上呢，您先别抖了。我的情怀呀、啊，幸福是什么呀、啊？幸福都是自己奋斗出来的。你瞧，他懂，对不对？反正到年底了，别的不敢说，最后一搏、怎么着？干好了以后叫我张总，咱们迪拜见。干不好叫我张某，咱们法治进行实践。怎么那么瘆得慌啊？你这起誓，你说清楚了，要不你法治进行实践，头天我母亲在这儿鼓的掌，这个受不了，我们这担不起这责任，担不起这责任。你跟着我唱好吗？好好好，嗯。一波让你又来呀！哎，送走了？没事没事，没走没走，回来没走了，回来回来。怎么了？这是啊，低点低点低点哈。一步让你又来哟，啊，二不叫你，快去吧，家门口着火了，前列腺出的声儿着呢。到这块别人问你瞅啥呀，千万别说瞅你咋的，那我就别说话，你也别说话呀，那怎么办呢？教你啊，说别人说你瞅啥，你就说我瞅你像我爸爸。表情，表情不能输给他。你瞅啥？我瞅你像他爸爸。死这儿了，你看了吗？哎，咱这有点儿，什么点儿？急急风完了，这儿一蹦蹬仓，完了我这儿一挖呀呀就完了。蹦蹬仓，挖呀呀，挖呀呀，明白了。给你们老爷子超度，列位法师，哎，都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了。于老师，哎，免痛节哀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。打住了，别敲，别闪板了。生日快乐，你得念。许个愿吧，许个愿吧，许个愿吧。去。
快下任。火鸟啊，红黄火焕那个苍，惊悚啊。火鸟啊，红黄火焕那个苍。走在德云的小路上，看见了于谦和郭德纲，他们带领着德云社走向光芒和辉煌。首当其冲是岳云鹏，张云雷也是个好榜样，郭麒麟是唯一继承人，没想到又来了郭汾阳。这个你们还真是冤枉郭麒麟了，郭麒麟这个心呐、啊、像大海一样，不解释，真的。那儿子也怕俩人打起来，滚蛋，滚蛋。年轻那会儿，他爸爸定制西装，哦，哎，喷法国香水，嚯、哦，法国香水牌子好啊，就是那个什么牌子，啊，特别香。您没说呀？啊，哪个牌子呀？嗯，对对对，不，你说清楚哪个牌子？咱怎么拼我可忘了，就是啊。王守义十三香啊，这还不如花露水呢。我爸出门喷一身左溜出去的，每回打他爸爸跟前过我都饿，我都饿到您拉开了。那胖子过来，过来，我退出，你别动。我看住他，看住他。我退出行吗？我，你爸妈打架，他妈生气了。行，今儿是今儿了，拿起一瓶敌敌畏来。嗯，今天我就让你知道失去亲人的滋味。我天！说完就往他嘴里灌。张嘴，让我死啊！对呀、啊，他爸爸吓坏了，一把就把这个敌敌畏抢过来了。就是 你干什么呀？啊，你干什么？啊，他还是个孩子。您听听，半瓶够了。这半瓶留着给二胎呀、啊！你看你爸哪是你妈打了一辈子架，为什么不离婚？那是疼我，因为谁也不想要你的抚养权。趁闲着呢，你看看这一点上啊、我跟人家比不了。我们家比你们家还趁钱啊？多新鲜呀、啊！好，我们家这缺德多大德呀？我们家这缺德多大德呀？怎么办？只能听人有钱啊！啊、嗯，我们家困难，你们家还困难啊？好，中国这点说相声钱都让你们家挣了。中国这点说相声钱都让你们家挣了。哎，真的。在舞台上，我一定要尊重舞台哦，尊重观众。没错，我们经常说那句老话，台上无大小，台下立规矩。哎，我们师傅赵本山，郭德纲谁？经常说是这个教育，你还干不干了？您这要告、啊、这什么姓赵、啊？郭德纲。哦，明白了，你大爷，啊、你大爷，怎么了，大爷？有骂街骂自己的吗？大爷，你大爷怎么了，大爷？没怎么，大爷。啊你不让我打小锣吗？打小锣的点儿，小锣的点儿啊！你，我对天发誓，我真没使劲儿，真的。什么都不懂，对对，发了一张房卡，都那样。这个房卡插进去，拔出来，绿灯一亮就可以进门了。哎，没错啊，都这样。是啊，你看他，插进去，我出来，插进去，拔出来，这啊，这推门开始推了有40分钟没推开，那房卡失灵了，最后一拉开了。
所它也有门呐，多新鲜呐！这位老师就推门，推推推，推了40分钟没推开，一拉就开了，拉吧，拉了半小时都没有拉开，那就是门坏了。最后一扒拉开了，过来，让他自己走，来，红叔在一块呢，别让他抱着脏，晒，你招招手跟大家，下台啊？那你告诉爸爸，白龙马容易吗？容易啊，就是容易啊。啊，好吧，那你走吧，你不跟玩了。能走吗？走吗？爸爸呀，爸爸，爸爸走啊，爸爸不能走，爸爸没下班呢。爸爸早就退票了。哪个小猫啊？啊，就拿这个猫啊。你要这个吗？拿这个吧，叫师傅，叫师傅。师傅。哎呀，打师傅山上下来的这。说良心话，我爱跟于老师一块唱坠子啊，这是个高人，你知道吗？还高人？您来好过门，咱接着唱，大伙儿都等着呢。哎，咱们接着听啊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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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啊！两军阵前打了一仗啊！噔噔噔噔啊！人似猛虎，马赛蛟龙啊！噔噔噔啊！各位将官呐、啊！噔噔噔噔！望向这个怀中一伸手。他把这法宝托在了空啊，噔噔噔啊，说你也看法吧，啊，噔噔噔法，董小姐，啥小姐？你熄灭了烟，说起从前，你说前半宿就这样，啊，要不说还是你董小姐。我不太懂小姐这个歌。不不，你太懂了、啊、这个时间分寸把握的、啊、不是前半宿，那是什么、啊、前半生、啊、一个字儿不累。你说前半生就这样吧，不光你要钱啊，啊，董小姐，你可知道我早已经习惯了免单，你突然找我要钱还觉得你有点不要脸。这个剧场温度稍微有点高，对，拖，我们不能拖，那是，加钱，他说加钱，他说，去这边再等会儿，你们能加多少钱呢？对呀、啊，加多少啊？我加多少钱？我加，你先等会儿，等。等会儿，你先等会儿，开头。不是，你是不是傻呀？这个交公司的啊。您都多大岁数了？今年40多岁了，刚过完生日，我送的礼物80000多呀。我来的最早，我打我这么点，我10几岁的孩子呀，我送礼物3-2千就送，那阵我不挣钱的，各位。今年啊，送了我一个80000，还送了我一个白板，还送了一张包发财啊！我自个儿还得凑那点去啊。13不靠，那是。我还没死呢。我要3个花生仁，10万。嗯、啊，你在哪儿？给我站起来，来。哎。啊。哦，不是我吗？我们现在听一下，还得让演员坐着说吗？50块钱一场，啊，挣95%的税。对呀、啊。一场拿5毛，谁去啊？你们乐啥？乐啥？对吗？啊！你说什么都对。去吃什么呢？驴肉火烧。大概8个人、啊、一人吃俩，所以是13个。所以是13个。啊，快做见笑啊。我写的脸聪明，看到没有？心思 clever， 知道吗？天若有情天亦老，方方吃饭爱抠脚。红酒绿惹人醉，斗地主从来不加倍。对句其实赛路由，胸口以上全是头，还是头。我此生注定不平凡，不过你早晚秃成宋浩然。芳芳跟他们不一样，是挺大的脑袋，还锡纸烫。是谁？刚刚有一观众。
来，你唱不唱？唱。把我们哥俩也换上来。我白看了，我白看了，我白看了。感谢所有演员的精彩演出，相声大会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感谢你们，感谢你们，感谢你们的光临。我们晚上就住这儿哈。都坐着睡是不是？我有家，我回去了。我有家，我回去了。我有家，我回去了。整场的六个节目已经演完了，意义是什么呢？大家的票钱呢，花没了。欢乐的时光很短暂，有的时候讲拜拜拜拜拜拜。明年见，明年见，明年见。刚演头一个就给票。人下一行怎么干？退了。你们要退呀，就都退，别剩下耽误我下班。大哥，您我问您是跟谁来见面了？大哥，问个媳妇儿，问个媳妇儿。好像。俺们德云社来包厢听相声，我被给他们弄一老公回去，自己我还没呢。这话说的没毛病啊，我没老公啊，这说的。二十九岁，有什么长寿的秘诀吗？过家伙是吗？这是什么呀？这不跟儿子较劲，不跟儿子较劲。如果说你们愿意的话，那我就来两句。愿意。啊，行，你们要喊就喊齐一点，好不好？三二一，愿意。从今天这个场子，你们想听点什么？这个相声啊，讲究四门功课。哪门啊都不容易。咱先说这说吧。说的很太多了。阿姨，来阿姨。想问一问，你们都不睡觉吗？谁呀？都不一样。您呢？我不喜欢你。我也不喜欢你。我喜欢你。我给你上来了。小南老师你好，特别喜欢你，我想嫁给你，但是我怕嫁给你你怼死我，所以我决定嫁给谢金，做你的师奶。做你的师奶。张小南，我明天回学校上课了，高三了，很烦，你能把我们学校炸了吗？能把我们学校炸了吗？爷们儿，我是考研生，坐标南京，我爱听你的相声，想着马上你就能来南京德云社演出，想买张票去看你，结果坐在书馆看书忘了时间没有买到票，虽然很遗憾，不过没有关系，我偷偷摸摸在园子门口骂了半天街，骂了半天街。好了，我说吧，他不是瞎话，你得说谁喂的，来哥也喂你啊。好吃吗？不是鸡爪子有多好吃，看谁喂，看谁喂。好幸福啊。相声欢声笑语，表演者孟鹤堂、周九良，掌声有请。表演者孟鹤堂、周九良，掌声有请。表演者孟鹤堂、周九良，掌声有请。舔狗，舔狗。我们这个规矩呢，超一分钟罚100块钱。对，那你们就是短点的，好吧？大伙儿听话，没事，罚全是罚够本的事。你让结巴演一场啊？嗯，不够他罚的。是，有不结巴的也超时。行行，我通知你们，也超时了。谁个平常你们买票都看不着的？这是谁个马桶里的塑料袋？学一个蚂蚱，哦，学的棒，学的那个表情。
力。空调地势空调能学吗？这学的不像。学一下别多大。服务员，过来，点菜。来嘞。小体格他东北人，你跟谁的呀？我有人了，我摇人来的，我摇人来的。你什么时候给我卖马？你什么时候给我卖马？哎呀，那不提了，那就。他老逼着让我给他做忙，你知道吗？心急如焚呐，那错不了。郭麒麟呐，哎，爸，我心如烈火呀。郭麒麟，你怎么说他都不带失茬的。哎呀，那不提了，那就。然而他临小时候是这样成长起来的。郭麒麟小时候吃肉，后来就是一直就不吃菜，就爱吃肉。我就给他加了一满碗的青菜，一满碗的青菜，就哭了。28岁了。啊，今年多大岁数？30岁。哎，有熟悉的观众朋友可以站。再说一下相声，真的就四个字：吕布为奸。吕布，吕布干嘛呀？布吕。我爸爸姓崔。我爸爸就姓崔。所以我也姓崔，我妈可不姓崔。这节目没法演，这节目能演，没法演，这是群队。您呐，您给我们说一个大笑话，大，好吧，让我们哈哈大笑一回。啊，您是第一次来听相声吗，大哥？是第一次啊。能问问您跟谁一起来的吗？别人家媳妇。哦。我上身穿了一个塑料的西装啊，我下面穿了一个一分裤。什么叫一分裤？皮带。我知道七分裤是九分裤，我一分裤。谁说的皮带？我的天哪，这下面没法说。为什么海鸥一飞到巴黎就不出声了？那我不知道。告诉你啊，因为巴黎欧莱雅。就是假设有钢琴，没有钢琴。再说钢琴哪有脚蹬的？哦，假设有钢琴，上九七没有，假设有。您是买大肠掏出来的？你恶心不恶心？嘴里掏大肠啊？你胃呢？我胃打电话去了。现在的年轻人呢，起来一睁眼就是手机，吃饭看手机，一上厕所玩手机。梦梦有俩都喜欢做什么？有什么兴趣爱好吗？我喜欢没事打游戏，啊，真香！哎呀，所以选手机的话，应该特别看重手机的性能。给大家介绍了点经验，当然就是坏，还有闪充。6400万超高清主摄，120赫兹流速屏，4500毫安加30万极速闪充，超适合现在的年轻人。我觉得你们那明知故问的感觉，我想证明我自己是个傻子，不是，我想证明我自己是个聪明人。我写的脸聪明，看没有？其实我原名不叫秦凯旋，我叫秦聪明，秦 so clever。我开心就好，我开心就好。